350度到450度之间，然后我们点一个陶康公寓，这个这是现在的，我们要换一种，就点这个宝玉，嗯，已成保鲜好的，我们现在是蔬菜袋，我们现在要换成一个草种网，嗯，点一下草种，保育成功，嗯，点下载，再点上传，退出返回上一页。这里打开联动，它会打不开，嗯，打不开我们返回，这里71随便你改个一也好，都可以，它不可以，它如果是方数可能不可以，那我们就改成2，打开联动，打开以后我们这刚刚是71嘛，我们还可以输71也可以，输1也可以随便，它这个就 OK 了。就这么简单，你等一下吃下来的花型就不一样了。这个地方又不一样，你看，现在是2根线，到这里就变成4根线。